另外一个状况是，厕所的垃圾桶。嗯，因为我们在美国，我们会把卫生纸放在马桶里面冲，冲水冲掉了。嗯，我在台湾，我开一个 party， 然后很多台湾人来我的家，也是吓一跳，因为我隔天我去整理家里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垃圾拿出来，我就觉得怎么突然厕所有那很臭的味道，是没有人冲好吗？我就又冲了一下，我看，哎，好像没什么问题，我把那个垃圾桶拿出来，那个打开。全部都是被屁股擦过的卫生纸，哎，屁股擦过，明明是你们拿它去擦屁股。我，只有一个女生朋友，她上厕所等半个小时，那个女的都不出来，那到底怎么那么久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在这边拿马桶冲，一直听到水的声音，一直冲，一直有冲水的声音，那个马桶的水声。他是上大号，那个女生在里面两个小时都不敢出来，因为他上完他离开了，我要处理。对，卫生纸不是他刚说啊，是卫生纸直接丢马桶里，他就说哦好啊，丢就太没了。卫生纸下去了，另外的东西下不去。对，漂浮。My God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，按下铃铛，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看我们这些精彩的内容，赶快点选这些影片哦。